在的呢，是前两天关注你放屁，那顶上写着有关，是吗？啊，那是吧？这是睡一觉睡懵了，宝宝你几点睡觉？感谢哥哥们的点亮，谢谢，感谢关注。真空吗？你摸一把就知道是不是真空。明天早上我要睡觉，把手机关机，然后呢，就一觉录到明天晚上7点再起来。老叫人家呵呵干啥？你又不睡觉，你又调皮。宝宝你好瘦啊，你多少斤？嗨哈喽，时间快到了，我今天要下晚一点，刚跟我们老大有说，你们要是困了你们就早一点休息啊，我今天可能得到这个点儿。不到100，你这么瘦啊，你多高啊？1.75，你好瘦啊！我天哪，不行，这样太瘦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你的照片，好瘦好瘦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你是不是在海逸酒店三楼？那是哪儿？